喂，你好。喂，是林秘书吧？我是财务部，想问一下欧总下来了没有啊？20分钟之前他说要到财务部，为你的一笔临时绩效奖金授权签字。我的临时绩效奖金？是的，欧总说是这次你在出差公干期间贡献突出，特别要求我们主管特批的。林小姐，您要是看见欧总，麻烦跟他通报一声，没有他的签字，我们没法出账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你吓死我了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也不出声音，我都不知道。怎么就过来了？我在这儿看你半天了，就是你太粗心没在乎而已。哎，这个财务我真是的，本来我想给你个惊喜，结果被他提前给剧透。谢谢你，欧总。只是一个谢谢而已啊！那你还想干嘛？人家这次出差公干本来就是贡献突出嘛。是。你刚才去哪了？我本来是想去财务部给你签字，但是我一想，你就这么签了，那也太亏了，是不是啊？怎么好歹你也得亲我一个吧。亲你个大头！疼啊！必须要亲一个！你走开！我脚踝。都说了亲一下我就去，快点！不用亲，你不亲我就不去啊！你让我飞了一个，飞了一个。你俩干嘛呢？光天化日的也不注意一下影响，现在可是上班时间。不是李文文，你怎么又来给我送饭来了？我上次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？嘿，你可别自作多情了，谁给你送饭？我是给美雅送饭的。美雅，吃饭。陈总，没空。对不起，有事儿吗？那个财务部把东西送过来了。谢谢。嗯，没事儿。之前管我们要的那个账目明细，有一年的那个年份弄错了。不好意思，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。账目明细，是谁跟你们说我要的？哎，不就是那个销售部的陈经理吗？他刚才来我们财务部说要看集团近五年的账目明细，您不知道这事儿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前两天是跟他提起过。那你们把错的账目换过来吧。哦，还有，不要跟他提起我知道账目搞错的事情。哎，好好好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喂，还在公司呢？对啊。哎，我说，你们家黎薇薇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老店刷盘子吗？怎么现在她这么自由啊？怎么着，我们家薇薇又跑到你那儿去了？过去是给我送饭，现在改给林美雅送饭了。我只有看着的份儿喽。现在，我们家薇薇崇拜的人是人家林美雅，
你不行了。你没发现，自从微微从泰国回来之后，整个人都变了吗？我感觉她一夜之间仿佛长大了许多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没必要对她要求那么严格了。每周一天去雷家老店帮帮忙就好了。梅雅，你快喝这个汤，清热解毒。欧阳这个人脾气太暴，而且还任性，你在他手底下工作肯定会受不少委屈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多喝这个汤败火。明天我再让阿姨给你熬乌鸡汤啊。好。过去他最崇拜的人是我，我现在突然就变成了脾气暴躁还任性的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伤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皮肉伤没什么大事。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一个正事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肃啊？我呢，在鹿岛有一块地，想建议一个以旅游度假为主题的高端酒店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合作？酒店？你也知道，欧氏除了设计过一些商业住宅项目，从来没有涉足过酒店这一块。董事会那边会不会感兴趣，我也拿不准。要不然你问问我姐。欧瑞就算了吧，之所以找到你，还是出于为你的考虑。如果这一次你能够促成我们欧黎两家的合作，并且代表欧氏集团成为我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想对你在整个欧氏集团的地位的稳固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对吗？好，晚上俱乐部见。嗯，好，晚上见，拜拜。微微，你别老看着我吃饭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该说不好意思的人是我才对。以前我以为你跟那些爱慕虚荣、一心只想着傍大款的女人一样，可后来我才发现，我是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你，而且你还不计前嫌地救了我。我跟你说啊，在曼谷我已经跟欧阳说清楚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纠缠他了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顾微微，你以后千万别再跑来给我送饭了，太麻烦了。再说我一个小秘书坐在这儿吃饭，让老板看着我，这多不好呀，你说是不是？怎么还秘书老板的？你俩还没确定关系啊？欧阳，你怎么还没跟梅雅表白啊？一个大男人怎么那么磨磨唧唧的？谁说我没表白啊？表白啦？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说我听听呗。哎，李月薇，这种事有这么打听的吗？哎，我八卦一下还不行啊？你们两个姐妹形成禁锢着聊天了，这么好菜都被耽误了。那你还不赶紧过来加入我们一起吃啊？啊，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我真的是打心底里为你们开心。哎，这菜不错啊。必须的。嗯，这好吃。你多吃点。嗯。对了，梅雅，晚上我约他哥去完事儿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哎呀，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见了，又是俱乐部，你们一天到晚打打杀杀的，无聊不无聊啊？梅雅，晚上咱俩一起吃饭吧，我想请你吃饭。你有钱吃饭了？那当然，我现在可是财务自由了。那你得请人家吃大餐啊，他哥是你的救命恩人啊。这是必须的。微微，今天晚上可不行，今天晚上我约了思雨了。没关系啊，咱们三个人一起吃呗。你的朋友那可不就是我的朋友吗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啦。快吃快吃。来。